陈时中到光华商场平安参会，店家热情跟阿中前部长全碰拳打招呼，寡感情。商场也抓紧机会跟陈时中澄清，希望未来当上市长能帮光华振兴经济。至于活动办失败，那没问题，我就随甲你答应落来，我当来办失败，好。对照陈时中的阿萨利挂保证后，前脚才离开，蒋万安跟黄珊珊后脚先后抵达参会。季季有主题。 月月有活动，周周都精彩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办有效的活动，只要大家提出来的，我们都做得到的，我们会尽量尽全力来做。阿内后宝，好。给承诺挂波景，光华商场平安参会成了北市长选战蓝绿白撒卡都的必争之地。陈时中稍早也接受媒体专访，对近期柯文哲把炮口对准陈时中，甚至陈佩琪也加入战局。夫妻都喜欢自己跳出来，要当第四组、第五组的候选人。 那柯P以他现在的身份是不能登记为第四组候选人，那太太要登记第五组是可以的。对黄珊珊主打自己从市议员到副市长，最熟悉台北市政。陈时中也说，熟悉不代表能解决问题，但市政的熟稔度很重要。可是其实他那个熟悉度各局处各来。 每一个局长、处长都比你熟，这能力的区域，我不叫做人，一两年，这十年，这就十年问题嘛，底下，你若没有真心去解决它，还是在那里啊。不仅戳破黄珊珊自豪的执政优势与市政熟悉，更怒呛柯文哲夫妻党的炮火四射。陈时中展现大将之风，完全看不出选战数人的声色感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